这个幻想的对象不是只有韩剧，我们也不是只有葛雷的几十道而已，我们有姐妹淘的哦，桃红色暧昧。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你的另一半不够了解你的高兴点在哪里的时候，或许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这本书，然后也可以自己来享受一下自己跟自己各个部位开心的那个 moment 哦。简单讲，性跟爱就是一体两面，所以你要说哪个比重比较高、比较重要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哪一个先有，哪一个后面产生，我觉得也不一定。好、哦，所以就看大家怎么去体会。因此，这本书的出现，我希望可以让更多女性朋友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，包括性自主权，甚至当然也有爱的自主权跟主动权。推荐这本书给大家。